坎利，这个怎么能这么记呢？好，雀燕，你这个也是。咱结实一些。好嘞，好嘞。给王爷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西月比北轩要冷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缝的大氅，我针线不好，你别嫌弃。还有，这是药，烫伤、冻伤、跌打损伤的全都有，风寒风热的也都有。我怕你睡不好，还给你带了安神药。还有，这个，这些衣服也都带上。给本王准备那么多药，是盼着本王生病受伤不成？别胡说，以我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，都是准备了的用不上，反而准备少了才会出现各种状况，应对不及。好，那就都带上。这些酒你也带上，冷的时候喝一点，疼的时候喝一点，睡不着的时候喝一点，还有思念我的时候也喝一点。若是思念你的时候便要喝一点，想必还未出城，这酒就已经喝完了。本王思念你的时候就由着本王吧。可是我不想思念你，也不想再担心你，我只想你快一点回来，能够让我日日看到你，能够让我日日抱着你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而起，都怪我。本王此番去西岳见云寺，是去议和，不是打仗，不用哭。你当我傻吗？云寺此番算计，却没有带走我，定是想要置你于死地。王爷，我有些害怕。本王不愿放你走，自然就要自己送上门去。好在比起云寺，本王还是聪明许多，是不是？你呀，就好好的熬过我不在的这段时光，等我回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城中的花已含苞待放，届时本王替你折一枝花，煮两盏茶，如何？你要保重，你要是回来晚了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不论你身在何处，你都要记得我在等你。宫内有康乐，宫外有我，还有帝武城等人护作照应，定保明月万全。哎，还有我呢。王爷，属下一直伴您左右，此次前往西岳定有风险，还是带上我吧。不行，你就留在秦安，明月若有什么变故，有你在外照应，本王也安心些。王爷，就听他的吧。
出门在外，最忌后顾之忧。把明月托付给你们，我很安心。啊，如果没有如果。嗨，你此趟前去，定要快些回来，要不然康乐一个人在宫中无人管教，哼，别说是我会受牵连，就连明月也会跟着学坏的。金月，本王不在，你可切莫让康乐再任性而为。告诉他，本王回来，要是听到他再胡闹，一样教训他。